只要你请产假，你当人的考绩就是乙等，不管你薪水考的再怎么好都一样。那乙等跟优等差两个等级哦，这一定违法的。年终奖金差更多，差六个月。可能就发现孩子就那个蜘蛛网膜下出血，孩子就成为植物人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过了。最后从保姆那边才知道，原来是保姆本身是一个好保姆，他妹妹也危险。